欢迎收看宝岛漫步。无情的彼个小姐，讲伊还阁无爱人，来对阮话东话西，讲要甲我相爱。初相识，招人去拍手阵，心山要钓啊，予伊看会钓拢甲伊。出门计程车。来坐去，啊，实在真厉害哟，啊，甲阮无比来。无情的彼个小姐，要送阮去梁山寺，开嘴就无得准备。这款伊才介意，真悲哀。伊才甲老的海，想要搁带返厝来，真真无路使。什么阮缘投，甲我乱改，实在真厉害哟，甲阮乱乱开。无情的彼个小姐，欺骗着阮不应该，害阮的一台机车，牵去长几落摆。到尾啊人，也无要甲我见面，也无要甲我安排，最后走天界。实在真厉害哟，甲阮无比来。报道慢无哈，陪恁健康、快乐、无烦恼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敏，叶大哥好。好、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哈。感谢大家哈。啊，这拢半时间啊啦，准时啊，观看报道漫步哈、啊，咱这个时间就是上届是惺惺相惜的时阵啦。对啦，嘿啦，他拄啊吼，叶大哥，迄首歌的歌词吼，实在足趣味啊，嘛足好笑的呢。啊，即马即个歌词较少啊，对啦。嘿。啊，但是这歌词的意境吼，啊，即个歌的歌词吼，诶，无啥好表达啦。哦。嘿，无在唱歌就是有悲情的、感情的什么，都爱安用安尼表达。啊，即种的吼，即种吼啊，骗婚期啊，那啦。啊，这有啥咪？有啥咪无共？啊，我感觉吼，迄就是叫做安怎？聪明反被聪明误啦。无啦，我即马想讲哦，我即马想讲这条哦啊骗婚期吼，哦，这是吼啊，这个吼查甫的吼，啊去学一个查某要甲怪安尼啦，哦，啊为着讲吼安尼，想讲吼好骗故吼，啊就我系啊意思啦，啊即马好骗哦，啊就吼啊就啊见我呆呆吼，安尼戆戆啦。啊，其实吼，啊，我讲哦，我是哎，我很聪明啦。其实你足巧的啦，你其实足巧的啊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啦。对啦。就是我刚才讲的安尼啦。对哇、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对哇、啊。对啊啊，这吼，啊这要结这个，啊这吼戆戆呆呆的声吼，真歹唱出来。真歹唱出来。叶大哥，啊真正哦，
真少有这种歌呢，嘿呀，安尼啊，哦，啊，人讲咯，啊，其实人去讲讲做什么哈，啊，都爱想什么啦哈，啊，但是歌词的这个内容意境哈，哦，迄个哦，作几种的，这作几种的安尼啦，哦，这歌词哈，啊，都我讲吼，啊，我感情抒情的、悲情的啥，我等人家讲安尼啦，哦，我讲吼，我自己去想啦。嘿，想啥物咧？想讲咱这世界啦，嘿，哈，啊人口吼，佮起码敢若讲有70多亿啦，嘿，哈，做所有各国安尼啦，嘿，很准时哦，哦，啊，以前的人也无算哦，现起码很准时啊，70多亿，啊，70多亿，你甲看看咧，除了讲吼，迄个双胞胎。哈，迄个面哦，面露啊，也是哦，伊个身材有要较我同款尔，嘛无哦，嘛无讲100%同款，哦，对无？吼，安尼，安尼，等于讲哦，70几亿个人哦，拢无共生无同款啦，无法度去生同款的啦。哦，啊，我讲来听哦，哦，一个真。奥妙吼，奥妙的哦，吼，这吼，而且歌就是吼，七个音吼组合的尔，哆来咪发嗦啦西安尼，嘿，你看，而且咪发嗦啦西安尼，安尼个组合的，作曲就是安尼组合的，跟那七个音尔，嗯，今晚咱世界的这个歌吼，上少吼啊，上100万条以上，我讲每一条。马龙吼啊，未同款啦，这个音安尼有厉害哇，那有奥妙无？用迄个音来变化尔啦，对无吼？安尼啊，跟人同款的安尼，迄面哦面生未同款啦。对啊，共老爸老母生迄面吼，五个囡仔面嘛拢无同，卖讲五个囡仔，两个囡仔面都无同啦，型尔啦，对啊，安尼啦，哈。啊！你也对我讲来讲吼，啊，这个啊歌吼，啊，这是啊，什么无同款的，佮较实用呀。我讲歌吼，除了即个啊，对我讲是音啦，哦，啊，这那歌的歌词、意思的内容吼，诶，意境吼，真侪无同的啦，哦，啊，有感情的啦，啊，有抒情的啦，啊，有悲情的啦，啊，有轻松快乐的啦，啊，有活泼天真的啦，啊，有俏皮的啦，哦，啊，佮有潇洒的啦。哦，这就诶，足侪种诶啦，啊我即马安尼讲对无吼？大家可能哦，啊嘛听无什么意思啦。哦，我看吼，我较功夫一点安尼。很来教者，很表现者就对啦。很唱开歌啊，哦，互恁听安尼啊，安尼一个啊吼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哦。哦，这就是，哦，我那个抒情的歌，对吧？就是要刻点瞬间刻，哦，这吼是，会使讲是足抒情的，足标准的，哈哈哈，哈哈，做安尼，像啊作些歌词也好，啊，迄个闽南语也好，罗定明啊、苏拉斯也好，拢听个足抒情的，吼。抒情的，吼，啊啦，感情的歌吼，就抒情歌啦，吼，感情的歌，感情的歌吼，来唱看卖一个白相思的。放下迄个人，心肝里苍苍。哦，即路这安尼吼，我就足唔甘的落去感情啊，心内。人咧就是感情的歌啦，吼，哦，啊，佮过来就是有迄个啊，就轻松快乐的，佮就是嘿，即个过来有迄个
悲情的迄个吼，悲情的啦，较悲情的啦，悲情以后他来快乐啦，悲情的。再回故乡，再回来，这种较属于较悲情的啦。哎呀，安尼悲情的歌啦，讲吼，这个吼吼，这个人悲情的吼，有一条吼吼，我唱的歌，我唔识家己听，敢唔敢听啦？为什么？小悲呀，要。哎啦，迄悲吼，阿做梁山伯祝英台吼，吼，吼，佫较悲安尼啦。阿爸妈来唱听看卖一个好啊。这条吼，啊，这个阿做即马这吼，本来就是爱有买门票的才会使唱。唱到这公开，哦，啊，这要听我唱安尼哦，这无简单的嘞吼，哎呀，这什么歌，啊，这来山兄哥变相思啦。这听的真恐怖，这就较悲情的歌，哦、对不？啊，悲情的歌是较中中啊，是较足悲情的，迄在唱的人啦。哦，迄个我唔敢唱个足悲情的啊，迄听得到是哎呦，加仑顺。阿婆话唱天生快乐的咯，对哇，啊，这歌足一种的哈，啊这吼啊这有轻松快乐的歌吼，啊都啊都是想讲青春少年家嘛。我就是青春的少年家。快乐啊啊，真快乐，无忧无愁，爱念看，看伊我是无爱去想歌较注意，吼、哦，这个青春少年气的啦，哎呀，青春快乐的安尼吼，啊，这是啊，这个活泼的哈，活泼的呀，活天真的啦，哦，来。我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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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都有一条足恐怖的，什么？叫做足恐怖？恐怖，我拢无啥敢唱安尼啦。啊，那阿都迄个观众朋友啦，那有点唱，我嘛无啥敢唱啊。对一条。啊，讲一个实在话啦，我今仔唱的吼。去哦，遐佛寺的遐，哦，来山回修啦。啊，这条足好听的呢。啊，嘛唱几句啊，好啦。来山的小兄回首深山那来头走出来讲的伊又假头壳目睭一条好筋
什么有这种？我唔敢唱啦。调足好听呢。因为我个鸡毛地毛不想，人吃先要怕坏身体。对对对，我惊有麻烦。啊，无票配的咧。来山兄，过年啊，唔是来山回乡。佫有一条吼，啊，初出洞门的内山兄，吼，迄就袂要紧啦。哦，啊，无来，哦，这就算个较俏皮的啦，较俏皮啦，吼，啊，我吼，啊，你倒唱这声啦，嘿嘿嘿嘿嘿，你打啦，因讲的，因讲的，你打那，那咱这细声一个安尼。哇，这大声呢。今晚呢，吼，是我耳机挂无好势，吼，我上爱唱这类的啦，这类歌吼，就是作飘撇的，飘撇的啦，嘿，亲像迄个啊，深深相爱迄啦，吼，哦，啊是迄个叫做咱两人的爱啦，吼，啊真快乐啦，啥啦，其实吼，啊这类歌吼，啊就是这算吼潇洒飘撇的啦，飘撇的，来来听一下来，大家拢知影，这背头笑。别人讲的话咧，大家知影啦。为着淡暖来家己来熟悉，无论面庞也是实在。赞赞吼，我飘撇，我潇洒呀！哇，够赞！这唱歌吼，哎，技巧是真有够多，对无吼？哦，唱歌有啥物吼？技巧。嗯，那技巧哦，技巧哦，这个佫讲话就佫讲足多呀。啊，技巧不拘哦，啊是技巧啦。哦，我看吼，啊无先来，佮来过来听一条歌啦。那先来听一条歌，等下他来讲技巧啦。讲技巧，好，来，先来听一条歌来。好，我。阮就是做工人，我的路会做工人。天袂长就出门，唔惊路头远。家庭产食无法度，穿着破衫裤，爱人约束身躯无半裤，无法度。无法度，无法度，实在无法度。阮就是做工人，打拼的做工人，自在去无休困，做到断烟，高山长，望天长。唔通迷想人，因为阮是生活真困难，无变步，无变步，无变步，永远无变步。阮就是。做工人，青春的做工人，为前途爱打算，唔惊脚手软。大粒干，细粒干，打拼地做工，望将来会搭着光明路。梦占道，梦占道，梦占道，做工梦占道。哇，叶大姐头拄仔讲吼，我甲你讲。
讲吼，请教你讲唱歌有啥物技巧？啊，你讲吼，哎，咱先听歌，你要来继续讲，嘿啊。当然啊，当然啦，唱歌技巧啊，真多真多啊，不止讲技巧尔啦。哦，啊，这每首歌吼，每一首歌拢有伊个歌型啦。嘿。哦，啊，咱啊唱歌吼，啊，都爱啊对这个歌词吼，啊歌词来唱啦。啊，什么歌词？就是像就讲日本歌演歌，人讲演歌，就是咚吱吱吱，咚吱吱吱，这种较属于啊咧演歌的歌，日本上传统的歌。哦，伊的演歌是因的精日本的精神安尼啦。哎，哦，安尼啊，这个唱法较固定啦。哦，这个唱法较固定，敢若像咱台湾的民谣啦。哎，哦，这嘛唱法吼啊，较固定的唱法啦。哦，啊啊，有诶，啊，我看啦，啊，这歌吼，你啊都问讲有啥物技巧，我看吼，啊，这歌吼，啊，有去唱就好啊啦。哦，因为我毋是歌星啦，有去唱就好，免你真爱有技巧啦。嘿啦，有去唱就好啊啦，会唱就好啊。因为吼，哦，啊，这个吼，这唱歌是一种哦，这个运动啦。运动。哦，啊，这运动哦，世界有一个机构吼，啊，机构发表吼，啊，发表。讲哦，上好的运动哦，唱歌排第一名啦，排第一啦，上好的啦，啊，当然要游泳啦、慢跑啦、啥，迄落迄啦，哦，安尼啊，但是啦，吼，唱歌是吼，啊，全身躯去运动的啦，吼，安尼啊，所以吼，哦，啊，佮我细胞爽快安尼，所以是平静的呢，运动的规身躯拢会叮当啦，拢有料中拢会叮当啦，啊，佮吼咱细胞哦，安尼会爽快佮活化安尼，哦，会佮叮当啦，安尼，即人个世界吼，啊，即真大，真悬的，即个机构吼，啊，机构安尼吼，啊，拢学者吼，安尼，吼啊，一项安尼评定出来啦。哦，总讲运动唱歌是运动排第一。我看到这个报告，我讲，我想想的，我头下嘛唔知影啥，啊，唔知影安尼，啊，尾又想想的，敢那有影哩？安尼吼，恁两个唱歌拢爱运动啦，吼，所以恁呢吼，恁精神拢较好，啊，身体拢较健康。啊，咱因为吼，恁唱歌吼，歌星唱歌，歌王唱歌吼，歌王唱歌爱有技巧，爱有感情安尼。啊吼，啊，像阮唱歌吼，就会晓唱就好，唔免技巧，唔免感情，安尼啦，对无？啊，唱歌都唱快乐，唱健康就好啊啦。啊，都几项啊吼，若知影，都甲唱甲下下叫啊。讲应该，啊，这字打无声啦。像你大姐吼，就一本歌吼，拢好现代吼，啊，迄啊拢演家的歌吼，拢转音呢，吼，算装饰音较济啦。伊搭可乐，伊搭那就，伊搭那就，好，这就是装饰音。就等你那里吧，伊搭可乐啥个？装音啦，安尼啦，啊，这有的歌吼无转音，就感觉较无好听，啊，有的歌吼嘛，啊，唱直直就好啊啦，吼，安尼啦，吼，啊，像这个吼，我这条人，我唱的迄人生甲故乡吼，这都爱吼，啊，爱有迄个唱出感性。啊，感性大家可能听有无？感性就是讲啊，伊的迄个形，就足有感性的这个人吼，啊，足有迄个啊，这个哦啊，赤子之心啦，啊，啊是讲吼，伊啊会足照顾人啊啥，哦安尼感性啊，啊对人足好个这吼，哦啊个吼啊个大吼稳重啦，哦稳重啦，啊个实在啦，实在就是爱有实在的心，我讲像。人生甲故乡这两条啦，真心来唱啦，安尼。
哦，赞！安尼实在吼，啊实在实在实在的意思，我讲的就讲敢那个较古意安尼啦。哦，较古意型的就对啦。较古意型的啦，哈。嘿。啊，但不过我。敢那两面要去用骗去安尼啦。我就袂晓袂晓比如啦，唔敢比如，唔是袂晓啦。敢那要去用骗，像你安尼戆戆的，用骗你安尼就对啦。较实在就迄个，啊，俺较不拢袂去拍戏啦。像像像营业大哥安尼故意型安尼实在实在袂好白讲的安尼啦，嘿啦，嘿啦，嘿啦，伊意思就是我爱我安尼讲啦。哦，啊，这种人生甲故乡拢爱安尼啦，吼，拢爱爱有这种啊心境啦，爱有迄个感性甲稳重，甲有实在实在都爱有真心啦，吼。富贵君子用怎啊讲？安尼说起来安尼啦。我起来普通。时常出现我的梦中，那就是我的故乡。都是稳重啦，啊，实在安尼啦，啊，感性啦，啊，感性就对故乡哦，啊，嘛是种古早迄百家将安尼啦，吼，嘿啦，吼，古早味的啦，我相信讲叶大哥你安尼唱哦，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兄大姐一定对你做会唱。你即马讲到这，就是因为我今日生来会讲要安尼吼，安尼啊，敢那讲表一种表演啊，互大家看啥？讲伊顶三四工程有两个。哦，咱这是哎，我用个写小说个拍写作个袂记，有两个拢讲我自弹自唱安尼，也是普通时啊吼，啊去唱的歌，伊讲我会对你唱。对你唱啊，所以你即摆今日安尼弹吼，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兄大姐一定嘛是安尼对你唱啦。唔是安尼啦，我即摆去讲这就是讲哦，要小看吼，敢若像音乐教室吼，啊甲人安尼小小啊教一下安尼啦，哦，啊这吼初级班的就下下叫啊，哦，初级的，唔免学，啊知影曲式，知影安怎倒啊，唔免学较济啦，哦安尼啦，其实老唱吼，唱家己欢喜健康就好啊啦，无啦，啊嘛我即摆讲的嘛爱知影讲是爱小看安怎唱，像我拄啊讲的。什么歌的歌型，就爱对歌型安尼，啊像啊爱拼正型吼，啊唔通认输吼，这是算讲吼较大气啦。哦，较有气势啦。啊，佫唔是干那大气尔尔，啊佫人生佫有历练啦。哦。啊，所以哦，哎，干那我唔敢讲我的历练偌悬偌深偌济啦，啊所以哦。你是歌王呢？啊，迄个别人哦，嘛唔是讲是甚物歌王无歌王啦。哦，这哎呀，人生的历练有够啊，唱这爱拼正的啊，唔通认输，才有我独家迄个哈啊内涵唱出来，唱出来，啊，把意境唱出来，把迄个意境唱出来，嘿，让人感觉讲，哎，真正迄个气势有啊啦，哈，唔是干咱气势尔啦，有历练。哦，迄歌词吼，迄歌词哦，咱有历练，安尼有做啊，这人生的过程安尼有迄个历练，唱这两条歌吼，历练爱足有历练的去唱出来，才有法度把这两条歌吼表达出来，才有法度把诠释出来就对啦。哦，安尼是咪？今麦来个唱一个哟。无啦，今麦这两条袂使哦，乱珠吼啊，乱珠发。暖珠表演啦，暖珠开口就对啦。这吼，哎，有迄个迄个时阵，他来开口啦，安尼啦，就是安尼啦，意思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无咱来请别，请别说青菜啦，换唱互咱听一下，口音入来唱互咱听一下。这别说随便开口一下啦。哎，我哪来啦？这是第五啊，第六吼，啊，第六吼，我是啊。感觉真重要啦，第六甲第七都大家注意听哦。哦，若要唱看我的人吼，哦，这点真重要。哦，啊，声音吼，啊，互人听起来爱会甜，爱会甜蜜。哦，哦，啊是安怎？这有法度甜蜜呢？吼。哦，啊，有歌声都爱唱出来，有甜蜜，甜蜜，你的声都有声音。哦，
吼、哦，有声音就敢那亲像吼，啊，人去讲哦，迄、那个人看到吼，有缘，足、有人缘的安尼，迄、那个意思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要安怎好？哦，咱的歌声唱出来有声音呢，嘿，要安怎？哈、哦，啊，会听起来甜呢，哈、嗯哦，啊，你吼、哦、啊，做悲情的歌，哈、哦，啊，你听起来嘛是会甜。哦，啊，甜甲欢喜是无同哦，哦，迄、那个意思无同哦，哦，啊，你歌声内底啊有甜蜜，啊、哦，啊，甲啊，迄、就变哦声有人缘。哦，啊，这都爱安怎？我特甲你讲闭关的啦，哈、哦，哦，这吼，这都爱由你内心有越狱，啊、哦，越狱就是愉快狱啦，哦，啊、越狱，哈、哦，啊，狱就是哈，啊，心狱的狱，狱安尼。哦，诶、欸，思维啦，哦、你都会心爱有越狱哈、嗯、啊，越狱就是快乐啊哈，快乐，狱啊，轻松啊，快乐，做些这个狱哦，做解说做做，哦，嘛一个复制旁这个啦哈，啊，内心爱有这越狱的思维，哈、哦，啊，咱经过咱的脑筋，嘿，会感应，嘿，哈、哦。脑筋会这种感应，哈、哦！啊，你心内啊去想起，啊，你脑筋的感应都是无，都一种想起啊，同、哦、款意思啊！啊，你心内啊，啊，你欢喜哦，啊，你诶脑筋嘛对你欢喜啊，啊啊，经过脑筋的感应，啊，所以听起来哈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歌声都会甜蜜。啊啊，声都会啊，有人演哦，安尼哦，安尼、哦、就对啦，哈、哦，对对对，哦、对啊啊啊啊嘞，啊啦，讲、啊啊啊、我的特色哈，哈、哦嗯，我唱歌的特色是歌听有渗透力啦。哈、啊，对啦、哦、对啦，你看唱歌特别无同，有一种渗透力，歌声有渗透力，啊，搁、啊、唱歌人来迄个。渗透力啊，我冇迄尾音有，有安尼、嗯，啊冇低音的拢有啦。嗯啊！我即马讲啊，讲渗透力，我讲啊，大家听啦，哈，半空笑啦，哈、哦。那渗透力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家己唱落安尼，大家听落会听到伊的心坎里啦，哈、哦，安尼啦，哦、心坎里，唔、嗯、是盲叔叔啦。我即马讲的渗透力就是安尼，哈、哦。讲哦，我讲哦，哈、嗯哦，这渗透力就是讲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歌声哈、哦，会正入去讲哈，啊，这个新娘车内底啦，唔管你面子诶，我啥物哟，一个歌声甲扛入去啦，啊，扛入去吼，啊，新娘就会听到啦，啊，你咧嫁别人。啊！现在过来去鼓鼓地啊！叶大哥，阿恁吼，即马讲出侪吼，阿恁即马先来听一条歌，好，过来介绍、啊，来、哦、来听歌好来。好。情气味，一点珠泪滴，放下着一切苦味，甲一段情事。情甲情，应该着爱看破，女性的好情。但离开伊，伊心意已经是抛着挂意，不想伊无伊的再来，想着伊的好情。
乡城市点了无意义，无聊的男生志气，为伊一生真假痴，我知也难言，一定无会当顺心，不愿倒转伊的身边，已经是赌着志气，不是有伊，怎样阮再来思念你的好情意？啊，即马吼要感恩大优惠，今日吼你看头前看的这组，就是咱的目睭灵啦。哇，嘛是说一观众朋友做需要吼来保养吼，咱去看物件这两对目睭，不管迄蚊啊飞几只位，咱的面头前过，还是飞机飞过吼，目睭吼偌涩，还是吼拢有办法吼来甲处理，还是下刀白油哦。观众朋友，你看安尼吼，拜安尼你就知啊，今日一定是大回馈啦，特别优惠要互恁呢。叶大哥，你刚才咱这摆周龄吼，是咱吼非常需要的一项物件呢，你知无？啊，这摆周龄有偌厉害呢？常常拢听到观众朋友讲哦，来分享，讲啊，咱的新朋友可能无听过，啊，咱来介绍一下吼，和咱的吼，大家拢知影讲吼，咱即摆紫外线吼会足够伤害咱的目睭，啊，咱会出现讲吼，迄个白内障。啊，黄斑部病变，这拢是因为紫外线直接射到咱目睭，啊，伤到咱的水晶体，所以吼、哦、年岁愈来愈大，咱的水晶体的水晶体吼、哦、会渐渐会变较弱，啊，慢慢来变成吼、哦、迄、那个白内障的现象，卡数啊伤严重就会失明呢。啊，你甲看咱这物件吼，咱那物件看顺的模模糊糊，未清楚啦，模糊啦，嘿呐，哎，刚刚目睭前哈，嘿，影像的颜色嘛。会偏你，偏敢那较袂啊清，对，较暗安尼了。嘿，啊有时吼，只是吼，搁惊迄个日头，搁惊日头光啦。哈，对，嘿。啊，暗时啊，搁看袂清楚啦。对，看较袂清楚啦。对，只是吼岁数啊越大啦，嘿，对，咱的血吼会。愈来年岁会愈较大，啊，咱就会较会吼，就会愈来愈吼变吼，目睭就愈来愈无好安尼啦。咱目睭是敢那水晶体同款啦，啊就变哦，即个浑浊去啦，会较落去啦，浑浊啦。咱本来是目睭会晶晶，这就水水晶体啦，嘿，啊就变安尼会较落，啊到尾啊就变作白内障的迄个几率会较悬啦，安尼啦，嘿啦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哦，咱的目睭灵吼，甲吼咱的迄个目口保养目睭的产品吼，拢无啥同款，因为咱这内底有。啥物？咱即罐目睭灵内底有玻尿酸，啊，咱的目睭上目口迄层的视网膜吼，足需要这玻尿酸去甲维持吼，咱目睭的湿润度。咱玻尿酸若失去，咱目睭吼就会涩涩。啊，卡斯玻尿酸若一直流失去吼，流去吼，会变作吼目睭会焦，叫做干眼症。啊，所以目睭灵内底有玻尿酸，就会当补充。安尼，吼，咱目睭较袂焦，安尼。啊，叶大哥，今母亲节吼，啊，咱今日要安怎卖？咱今日五啊吼，要来甲送，要甲卖五千啦。啊，今日你来伫遮，我感觉五啊五千敢无够呢，是咪？你爱来甲三秘书一个啦。有啦，我的想法甲你的想法可能同款啦。嘿，啊，上少啊嘛爱送一罐啦。哦，叶大哥加码啦，这叶大哥加码，讲今日庆祝母亲节啦。安尼今日加码，今日安尼偌济呢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罐五千块就好啊！好啊，你甲看，安尼六罐原价都要10,800，今日唔免叶大哥加码，叶大伯今日讲五罐，搁送一罐，安尼六罐才5000尔，赶紧的电话紧卡。
0800-763-888，这款是叶大哥加买哦。咱平常时这目睭是啥物种人爱食呢？爱保养呢？咱平常时目睭会安尼涩涩啦，流目油啦，流目睭晒干啦，啊，搁看到光会惊啦。这问题的人吼，甲玻尿酸流流心吼有关，所以有这问题的人，有这症。镜头的人一定要给自己一次机会，试一下我们的目睭灵，看有多厉害就有多厉害。我们的目睭一定要好好保养。今天大回馈哦，平常时候5000，今天叶大哥又加码一次，今天是6500的，赶紧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。啊，这个效果哈，嘿，你来讲，我敢那会用讲三个人呢，嘿，啊，第一个就是讲啊去年啦。我一个真嘛袂歹的朋友哈，真好的朋友哈，因舅啊啦，嘿，都是都迄个背来撞啦，去开刀，去开刀啦，唔得是开了，讲开了吼，一再是白起白，就容易流目流目流目油啦，一直流目油啦，拢食袂顾袂好啦，流要几个月啦，伊嘛是搁去回诊啦，对啦，回诊摕药啊食吼。啊，嘛是无啥物差，对啊，嘛无啥物差啦。伊本来拢爱开车啦，啊，迄个车怎啊变拢放伫啊，放伫厝里安尼啦，啊，叫人家载啦，啊安尼啦，啊，咱是讲吼，啊，都有去做伙安尼吼，啊，咱啊都讲一个实在话，100%实在话，啊，面都吼拢会安尼，怎啊提这一罐给伊啦。伊讲，我的朋友嘛是阿边的朋友啦。我讲这真正呢，真正代志呢。迄个小三个月前尔呢，伊迄开刀是去年的啦，吼。后来安怎？伊讲伊安尼阿啥阿边讲啦，啊无这吼，阮去推销啊，咱都啊都甲因接看卖呢啦。接夫的朋友安尼，咱拢好朋友，无你甲接看卖。伊这吼一罐吼，光食半罐的啊，吼。卡定的来。卡面讲要个面来管啦，讲伊吼，下早是白起吼，迄目睭油吼，目睭流目油吼，怎吼减少去欢喜啊？会讲叫我甲寄来管去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唔是安尼尔啦，我一个足好个朋友啊，都阿翔啦，阿翔吼，伊就讲哦，讲吼，因阿妈足疼伊个啦，阿囡仔就阿翔阿翔安尼吼，安尼足疼伊个，阿家吼啊，即个七八十岁嘛，拢足疼。讲经过讲90多岁啊，吼，讲吼阿翔甲阿都徛伫伊面头前啊，因阿妈甲问讲啊，你是啥人啦？我都阿翔伊，哦，阿翔。嘿，所有观众朋友，今日看有这做法未？赶紧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咯。连母亲节才有这个做法无？叶大哥加码一下，嘿，总共六阿吼5000哦，吼，赶紧的哦。食一撮啊，都拢目睭都够。怎金起来呀？要金起来啊！我啦，叶大哥本身啦，差不多5个月前、4个月前哦，我目睭呢，感觉较早唔捌啦，会流目油。流目油啦！啊，我吼，我落迄阵啊，迄就是吼啊，差不多吼，流咧少2个月啦。啊，我就想讲，阮家己有这目睭灵吼，我甲食看卖。哇！食一阵嘛吼，啊，一工。本来拢爱去目油啊流落来，用手巾啊，是面巾哦，7-8摆。啊，即马即吼，即马食落吼，啊，即讲实在的，吼，迄是我吼，一日就啊，搁切2-3摆尔。啊，可能佫食落都是，所以叶大哥讲，我只食一个月尔。叶大哥讲，伊食一个月尔吼，伊目睭油、流目油吼，全变减少伊啊吼。啊，所以讲这吼，咱来给咱的目睭灵一个机会。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。这吼对吼，目睭吼有蚊啊，几啊只伫头前迄杯啦吼，啊，目睭蒙雾啦，目睭焦啦，流目睭晒干啦，流目油的吼，拢是吼对你有帮助。赶紧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，今日叶大哥加码，母亲节加码哦，今日6罐5000块尔，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，干那今日有尔，明仔就无啊哦，因为这是母亲节组合卡有哦，叶大哥讲吼，要感谢恁对伊的信任加支持，所以吼要让恁的身体保养吼非常的健康，啊，伊才会特别搁加一罐安尼。
叶大哥加码呢，关键电话紧卡，空白空空，7238888。啊，你唔通看这讲啊，咱目睭吼无啥重要呢。嗯。啊，这吼有诶目睭吼会看物件较无声安尼吼，啊，家己无爱插伊。啊，是讲无个感觉，嘿，哦，其实拢像咱啊，拄啊讲的讲有诶，会怎引起白内障？有诶，嘿，嘿，安尼，啊，我搁来强调一解，嗯，所以叶大哥讲安尼一定爱保养，你有迄老目油、老目睭晒过诶时阵，目睭涩涩诶时阵吼，唔通去无甲重视。头拄叶大哥有讲，讲这未使无重视哦，因为咱目睭吼也无甲重视，愈来愈严重，愈来愈严重，到尾啊目睭会怎无看安尼？所以咱啊赶紧趁即马，当啊开始的时阵，爱赶紧吼，把咱的目睭灵摕当去做保养吼。啊，电话紧卡，0800-7638888。我即马讲啊，目睭其实吼，有诶小花有问题啊，啊看较未清楚啊，啥安尼，家己吼啊拢无啥去甲感觉。对。啊，若讲去哦，眼科安尼吼，医生甲你讲，哦，啊，迄个足正确诶。嗯。啊，我即马讲诶吼，譬如讲，就是我即马讲诶重要一句话，就是讲吼，有诶目睭实在是拢会看较雾啊，啊，伊就拢是讲也免插鼻啦，免插鼻安尼啊，过来问题就来啊，就看无啊，啊，就白内障啊。所以吼，我搁强调一解吼，你较输吼，后迄个蚊仔伫头前飞来飞去，飞几啊只火吼，动不动就流目油，啊是胃梗、流目睭、腮哥、目睭会涩，出侪人拢袂甲注重，袂甲管。但是吼，你会愈来愈严重哦。啊，目睭也涩的人嘛，足侪爱赶紧摕咱的目睭灵，当去做帮，当去保养，当去帮助。咱今日叶大哥加码哦，6罐5000。电话警察0800-7638888，我跟你讲，咱目睭灵吼是直接用迄个微藻吼去萃取的，有 DHA 加 EPA， 对吼，咱的目睭吼真正足有帮助的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观众朋友电话警察0800-7638888，咱吼今日吼特价母亲节大优惠，今日大哥哥加码一啦。今日咱普通时拢是5500，今日是6500，我电话紧卡0800-7638888，唔通错过这个好机会哦吼，真正吼，今日是特别的哦，特别优惠的哦，咱目睭吼，阿叔讲吼，啊，你咱目睭吼，成功小朋友啊，咱这内底吼，就是有迄个微藻、加 DHA、加 EPA， 对吼，咱的目睭吼，黄斑部病变吼嘛，做有帮助的。咱来开一点啊小钱吼，来保护咱的目睭，吼，已经和小朋友有诶拢食迄个鱼肝油啦，吼，还是食叶黄素来顾目睭安尼。啊，咱若年岁较侪人吼，咱就用目睭灵吼，针对吼有血素的人来甲保养安尼。我平平讲哦，像这个讲食目睭的较金啊，啥安尼，这是作者牌子的。对哦。哦，啊我吼像这我去找三间牌子，我拢甲看，拢甲问啥呢？哦，你有提防迄个啊做啊试试食的，诶，这个回啊做回报。哈，迄、那个试食完的这效果记录，我拢甲因看。对哦，普通拢只有100个啦。嘿，啊我，未这种，未这种的哈。嘿，啊，就是叶大哥。咱这些那含量无讲呢，因为咱这就是微藻萃取的，内底有 DHA 加 EPA， 对迄个黄斑部病变甲视网膜吼非常有帮助。因为 DHA 直接吼会当种入去咱的目睭的细胞，啊，甲射入去咱目睭的细胞，互伊活化，安尼，所以比迄个。鱼肝油啦，搁个比鱼油搁较厉害。咱若食鱼油吼，咱若食鱼呀的油，是咪因为伊有深海内底鱼呀，啊深海内底鱼呀，就是食深海微藻，所以食鱼呀油吼，就是为着吼要食迄微藻来帮助咱的目睭。啊，所以吼，咱今日吼就是因为吼，叶大哥他多少讲，讲伊看足侪种牌子的，就是咱的特别含人无共，就是咱内底有微藻萃取的 DHA。我即马讲的，就是想讲即马。人去啊，注疫苗诶，什么什么种，什么种诶，哦，啊，拢有往啊，都体验过安尼，啊，迄个吼，拢迄个报告出来，啊，都上好诶，安尼。我即马讲诶是安尼，哦，我会晓，我拢会晓啊，你啊，你摕报告我看，啊，去另外一间讲，啊，你摕报告我看，哦，啊，100个食落，哦，啊，是50个有效果诶，80个有效果诶，诶，迄个意思。诶，咱即马广告时间到，未使搁讲啊，观众朋友，今日特别。优待哦，搁讲一届，今日吼5罐6000，哎，6罐6000，叶大哥加码一罐，今日6罐5000。
今日还有呢，电话紧卡0800-763-888，今日吼6罐5000哦，叶大哥加码一罐，总共6罐5000，电话紧卡0800-763-888，时间到，咱先来听歌，啊，恁电话继续卡哦，电话继续卡吼，听歌来。愿予人来看做失恋的男生，每日不烧酒，一间又一间，过去的酸苦味，想啥路用？最好重新来找前途的光明。愿永远来做着失恋的男生，这暗时一颗烧酒，期待心安静。酒中的小姑娘，笑有啥路用？阮是一饮酒念歌，自慰一条比较啥人家来讲，阮是失恋的男生，已经甘愿人放下着爱情，可爱的小酒味，看阮心头清，要赶紧向前行，唔通早延停。0800-763-888，今日特别优惠，咱今夜大哥为着要庆祝母亲节，特别搁加码一盒呢，总共是6盒5000呢，赶紧的，电话紧卡哦。这一盒有60粒的啦。啊，对。啊，若讲你有阵嘛，敢若有属于迄个有症状的人哦。嘿。啊，哦，啊，你一天食两盖。啊，一盖食一粒嘛，两粒拢会使。哎，一盖食两粒，吼。啊，食一粒嘛会使啦。嘿。啊，迄个若保养的咯，啊，一天吼食一摆就好啊。啊，对对。啊，一摆你要食一粒两粒拢袂要紧啦。嘿。啊，饭后啦。嘿，喂，你好。饭后啊，这食素的人嘛，会使食。喂，你好，吃素来。吃素食的人。我阿勇啦。嘿，阿勇呀，你好，嘿。哈哈哈！哦，等等嘞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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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买两摆吼，目睭灵哦，我某拢教我烧手食啦。表示食了吼，袂歹哦。好啦，嘿，安尼啊，八十岁啊吼，嘿，我过去考牌，我考会过啦。哦，安尼赞赞赞，嘿，安尼哦，哦，安尼，安尼，啊，写字佫写甲明明明，我看啦。啊，你好啊，啊，歹势哦，啊，我佫啊，做加两工啊，再佫去找你开讲一下啦，好无？啊，甲你请安一下啊，哈。阿咧啊！阿最近这哦，阿都加六罐来，你加寄六罐来。六罐哦，好好，甲你写起来哈，多谢你，谢谢。感谢你，哈，你好哈。拜拜。疫情，哎，阿这等哎。阿无。阿勇，阿勇啊，迄个阿这即马哦，这疫情安尼吼，啊，较细致个哦吼，较小心个，交恁太太，好不？哎。你听有无？你即马我讲个，你听有无？嘿，阿妈，
啊，都即摆疫情啦，即摆即个疫情哦，爱说你啦，啊，遮严重安尼啊，哦，即、這个疫情有迄确诊的啊，迄人也济啊。我迄吼，爱说你啦，本来将嘛好去啊啦。哦，用好，本来将嘛好去啊。哦，安尼目睭能甲你保养了，袂歹哟吼，哎，袂歹嘿。嘿嘿嘿，阿姨，你食我的肉丸好食无？好食，赞。嘿，好。好啦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今日讲啊，这久无见你啊，今日讲啊，哪过啊？再见。啊，好。好，观众朋友吼，要爱赶紧电话紧卡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今日吼靠加码哦，马仔贵都无哦，恢复五罐五千哦，今日吼叶大哥特别优待哦，喂，你好，请讲。多谢。喂，请讲来。我要爱一组啦。好，我甲你写起来哈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欸、喂，你好，请讲。诶、欸，我要一份。好，甲你写起来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谢谢。你好。嘿、嗯，请讲。阿敏姐姐哦。嘿，是，请讲来。你昨我昨日有哦，甲你买了五百，到今嘛还袂到位。哦，安尼吼，明仔就会到啊。过期的款了。唔是马仔搞，因为吼伊两转病去啊，所以吼分做两工寄。那派伊我是无爱哦。哈。啊，那有派伊我是无爱哦。无，伊今日伊现做诶，现做诶，现做诶，嘿，分做两批。六九零加寄六罐过来。好，甲你写起来哈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哈。好，咱咧吼，咱咧装迄个吧吼，今日若无收到有诶，就是爱马仔遐收诶，因为迄吼现做诶，啊因为咱量吼超出啦，所以吼伊今日搁现做起来，今日现寄出去，啊所以现寄出去爱马仔才收诶着，吼，甲咱吼大兄大姐讲者，咱后尾寄肉诶人，有买鹅肉诶人，今日收无着，就是爱马仔遐收诶着，因为咱迄工诶量吼偏诶，超过量，安尼，所以讲伊搁今日搁现做，今日他搁栽培出去诶，安尼，所以做恁放心哦，吼，安尼，喂，等等啊，嘿，电话搁继续卡，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要爱吼，赶紧嘞，今日吼特别叶大哥加码哦，吼，啊，咱嘿吼保养啊，咱得吼一天食两粒，食饭饱食，安尼。知影吼，啊，咱若像讲有迄老麦油啦、目睭屎过啊，咱就是吼早暗食两摆安尼，吼早暗食两摆啊，感觉有较好诶时阵，咱较甲改变一天食一摆的。喂，你好，请讲。嘿。嘿，来。我迄个嘿。嘿。一组。一组好，甲你写起啊，吼，好，谢谢，感谢你吼。电话紧继续卡，空白空空，七六三八八八，即马规个拢满线，你要耐心卡，卡通到你下哦，吼。咱哦。啊，有个人无感觉啦，哦，我即摆讲个就是讲哈，迄咱啊目睭啦看物件看较清楚哈，啊，咱个脑筋较精神嘛会较爽快啦。对。啊，迄有个看物件拢个看较雾安尼哦，啊，你就会感觉安尼较迄落啦，啊，精神就较无。喂，你好。我集中啊啥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是讲哦，精神的诶。我是讲哦。嘿，请讲。迄天甲你讲要寄迄个肉，再去搞啊，吼。哦，好，嘿。再去搞啊，会到食啊。嘿。我那怎转去？我麻烦你搁卡一届，歹势。喂，麻烦搁卡一届，搁顶卡一届吼。空白空空，七六三八八八。啊吼，要卡吼卡，空白空空，八六三八八八，买通哦吼，赶紧的哦，电话紧继续卡哦。嗯。大哥，你要讲啥物？你讲咱啊，目睭安那，目睭迄老目油的时阵，就爱赶紧来做保养啊，对无？还是目睭迄涩涩的时阵，就爱赶紧来保养安尼啦，吼。啊，我都讲，我都有影安尼，啊，都讲一届两届都好。啊，目睭即摆啊，都奇怪咧，我较早目睭啊，我是有散光啦，有近视啦，迄我也无去用迄个啊处理啦，吼，我想哦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吼，啊所以哦就是讲吼，啊看到迄个日啊看到迄个红绿灯拢会敢那发，哎，喂你好，请讲，敢那发烧安尼，哈哈哈，哦，喂你好，请讲，我要买牛什么牛肉哦，牛肉你能在买吗？有，嘿，啊牛肉是安怎买？哦，来我请
我恰克有甲你讲，因即马毋是广告时间，我袂使讲，好不好？你稍等者，我恰克甲你来，客户麻烦接一线吼，伊要爱个吧吼，甲讲一下吼。哇，啊，赶紧电话紧继续卡吼，看吧看看763888，啊，即马时间到，要甲恁讲拜拜，啊，电话阁继续卡吼，拜拜哟，啊，电话继续卡，客户甲你接无，接到今日了，拜拜，平安快乐，啊，谢谢。